Hello， 这里是娃娃妈妈的家。今天是一期平价又实用的厨房好物，一定有你需要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价格很便宜却很实用的沥水篮，带导流口，滤网可以轻松取下来，用来淘米也很方便，严丝合缝，不漏一滴米。做蛋羹，过滤出来蛋液也很细腻，两边都有刻度，可以按照刻度来加水。除了用来过滤蛋羹，还可以用来过滤面糊。经过过滤的面糊烙出来的松饼更细腻，口感更好。我家这个压泥器是老员工了，每次拿出来用的时候也会被网友喜欢。不锈钢材质，好用更耐用，简直是神器中的神器。对准上面的小红点就可以合拢，非常适合压各种薯类、鸡蛋，拿在手里也很有分量。压出来的土豆泥是这些压泥器中最细腻的，用它压泥的过程也非常治愈，通过旋转挤压出细腻的泥，使用起来也不费力，轻轻松松就能压好。我经常用它来做早餐，清洗起来也很方便，简单的一刷一冲就干净了。这个304不锈钢盆质量是真的好，我选的带滤网的，用来洗菜洗水果可以滤出脏水，盆和滤网之间有落差，可以控干蔬果残留的水分，用来淘米也不漏米，不光能当盆用还能当锅用，搭配电磁炉用来煮面相当不错了，煮个麻辣烫盛个酸菜鱼也是可以的，一物多用。我家用的3年的不锈钢切蛋器，平时做鸡蛋沙拉的时候真的很爱用它，全不锈钢材质，也不用担心像塑料一样日子久了表面就糟掉，用来切鸡蛋、切猕猴桃、切牛油果，做各种减脂餐，清洗起来也很方便，水冲一冲挂起来也不占地方。厨房里一定要装一个壁挂垃圾桶，两种开盖方式，挂在柜门上很方便扔垃圾，剥鸡蛋壳、剥果皮再也不用弯腰了，还可以灵活拿取，放在厨房、放在浴室都可以。宽广口径，9升大容量，不用频繁倒垃圾，一次能装很多，不沾底，不占空间，也很好换垃圾袋，不脏手。有了它，厨房更干净了。最近有太多姐妹来问这个饭盒了，每周都用它来给孩子带饭，颜值真的很高，容量是800毫升，刚好够它用，也很适合上班族带饭用。这款是免注水磁吸插头，直接插上就加热，不用排队等微波炉，因为是70度恒温加热，菜叶也不会发黄，加热后的米饭也很湿润饱满，它全身都可以水洗，而且是陶瓷内里，不挂油也容易清洁，给娃带饭真的很方便，推荐给所有上班带饭的小仙女们。